阿哥我回来了，今天买了个鱼和你最喜欢吃的羊肉，爱不嘛？也心有点痛哦。所以我买了几袋五香榨菜，酸脆爽口，去腥提味，是猪鱼和猪羊肉的诀窍。马上我给你整两个下饭菜。要得搞快弄嘛，我都饿了。Yes, my turn。先做第一个，取出鱼鳞，用食指去掉鱼头，刮掉黑膜，盖上花刀，葱姜、盐巴、料酒，把鱼头抹匀，腌制十分钟，再把剁椒清洗好，吸取多余盐分，再挤干水分备用。这个蒸鱼的灵魂就是放点榨菜。蒸鲜不是点把点，盘里点上小葱、姜片，放到鱼头。阿哥，点火鹅，然后再开卷，烧油，加点猪油，加点姜蒜米，剁椒，炒到剁椒出红油，放到榨菜，再来点蒸鱼豉油，起锅，再铺到鱼头上，水开下鱼头。大火蒸十分钟，时间到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巴适的板。起锅，起锅。哦，九成油温浇油，最后葱花收尾。第一道榨菜剁椒鱼头送给你们。羊肉切片，放点盐巴、胡椒粉、生抽、一点老抽、料酒，搅拌匀，让羊肉吃完汁水，炒起来嫩滑。腌制十分钟，切点大葱，滚倒，烧油，六成油温下到羊肉，汤汁变色就可以哈，清出来备用。再烧油，下到榨菜炒香，羊肉这边加入五香榨菜，又能提出羊肉膻味，还能增加脆嫩口感。再下到大葱，大葱炒香后下到羊肉，放一点点生抽。锅边来点陈醋，要得了，西哥。小葱收尾。第二道榨菜葱爆羊肉送给你们。以上两个下饭菜，我后几天评，你们要个小红心就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哦，阿哥请。要得很的。哎呀，今天上上这两个下饭菜啊，来给先整个牛肉，羊肉，拿出来牛肉啊。哎呀，巴适的板，哪来？葱爆羊肉。那羊肉它一点儿不老的，你看羊肉。这个菜要多下饭啊，好吃。是，五香榨菜是国民开胃小菜，全球都卖了151包了。那我俩就。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想播的，就请关注我们。我们的店，快点快！阿哥，我回来了。阿哥，你看，今天要整五大个鱼。今天长耳赶长，因为我分量最大的，我做过13斤。听说这个鱼是生的、养着的，滴点儿屎都没喂，肯定巴适得很。再过多要得不？懂得很。今天给做个芝麻那个，越吃越热乎。要得吧？去掉鱼鳞，片下鱼肉。今天只剩一半哈，剩下的吃其他口味。片下鱼排，片成厚厚的薄片，放点盐、胡椒粉、料酒，一个磨鸡蛋清，搅拌均匀，最后放入红薯淀粉，锁住水分，腌制十分钟。阿哥，点火鹅，要得很个。锅烧猪油，葱姜爆香，加入清水。你们炒灯笼椒酱，我用秘密武侠，这个金酸汤调味料啊，酱汁比较浓郁。你看这个颜色也是金灿灿的，水开后直接下入料包就可以了。这个双鲜味太浓郁，感觉好香哦！是不是闻了就胃口大开哇？我就晓得你喜欢吃，我特趁淘宝双十二哈囤了好多袋，以后可以做金汤米线、金汤肥牛，还有很多种吃法的。耶，把我这种吃法用完了。还有淘宝1212特别的心意跟特别的你。再说了，这不是全年最后一次购物狂欢节了吗？好多东西都是满199减25，现在在下方链接还有机会领取更多的五折优惠券。我还买了几袋沙窝萝卜子，种出来萝卜又脆又甜，你可以试一下。种萝卜我还没种过，我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好好的种一下。再依次下到鱼片儿，小火，下锅先不要搅动哈，避免混汤。水开后50秒，轻轻推动，
要得了，七哥，豌豆的哪里啊？浇上金汤，特别的香。撒点蒜末，青红椒圈，鲜花椒，椒油，记得葱花收尾。来哦，我请哦，要再请啊？去，老杨，来嘛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汤哦，这个看着就巴适，来吧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嫩呐！哎，先吃鱼，等会儿喝了个汤，我汤不摆了。那么夹不起来。那么我跟你讲，你也手艺不好哟。哎，别人自己多久的？慢点上，我下边还好好的呀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把你揍一顿啊！这种酸的吃起就开胃了哦。嗯，在那烫一会儿。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爽啊爽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师就给我们，我来，我上，我们来点，拜了个拜。